哦，咱台湾民政府所有同心，大家早，大家平安。哎，台语听有啦吼。哦，真好，因为我较爱用咱的母语吼，这个为细汉学到大汉的语言啊来发音吼，比较较亲切啦吼。啊，大家听有就尽量爱学习，因为我发现着讲即马咱的语言吼，渐渐愈来愈少，吼。真侪囡仔拢袂晓，啊！我所以就，因为我是一个为中生代吼，因为咱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讲爱把这个母语爱讲给囡仔去听，啊，无伊拢袂晓，吼，所以我就爱用这个台湾话、台湾母语来讲吼，啊，无有的囡仔甲我问讲，迄讲迄话足奇怪，甲我问讲，咱的隔壁吼，咱的隔壁。我讲到位啊，做隔壁，伊讲隔壁啦，吼。我讲哦，恁的隔壁那奇怪，吼，伊的隔壁拢讲隔壁啦，吼。啊，就做奇怪声吼，迄隔壁就隔壁吼。好，啊，真欢喜，咱今仔日这个课吼，主要是要互咱知讲，咱对台湾开始一出世啊，踏入这块土地来讲，有的人伫遮已经足久啊，啊，毋过有的人。是为外围来，这拢无要紧。只要你是认同这块土地，咱拢对这块土地爱有一个真深的感情。吼、哦，不管你是安怎样来，只要你目前徛伫这块土地，你都爱有真深的感情。啊，毋过伫咱台湾发生过代志，渐渐一件一件，互咱变作讲，你到底搭喺这块土地伫遮，但是你目睭看倒位，看要迄边。吼，看迄边往西边，啊，这个物件就足奇怪。到底迄边是咱的国家，还是这边咱的国家？咱会听无？所以我会记哩，伫古早，差不多二十年前，我咧做阿苹果的时阵，我嘛去做着中华民国的阿苹果。迄其实是袂使共调吼，啊，毋过伊甲咱调去做的时阵，无去过哦，掠去关，只有乖乖去，敢是安尼？吼、哦，拢是安尼吼，咱讲，诶、欸，咱今仔听着拢讲唔免做兵，但是咱嘛是乖乖去，嘛是爱去呀，无敢袂使歪去，哎呀！但是去到遐，我咧做，我是做工程兵吼、哦，我是过做工程官，啊，结果有一届去到迄个乌龟岛，迄个咱的所在，那乌龟捌听过无？办吼，伫台北骨卡出嚟就加到遐，迄已经哈，孤山唔是孤山是乌龟。乌丘岛，哈、哦，乌龟岛，哈、哦，乌龟岛是接近中国非常非常的近，迄徛起来，哈，哦，龟山岛是宜兰这边，唔是哦，是乌龟岛伫马祖迄附近，遐对对，嘿，乌丘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乌龟吼，我第一届去到遐坐船坐13点钟，啊，戆戆，啊，去到遐在咧戆，啊，佫落船佫愈戆，才看一个讲奇怪，我今仔日。工程官要做什么工课？你若讲我去啊，起一栋啊，苹果的宿舍啊，我做公营啊，去啊，起一个大拢做好个，我嘛感觉真光荣。但是去啊，起一个什么物件？民主救星的一个铜像，叫做蒋介石哈。哎、啊，做迄届哈，我嘛感觉讲啊，这都唔捌啊，但是我嘛是伫啊苹果的时代，群众拢总是。无牛就使马啦吼，啊！我嘛甲做甲真水哦吼，做甲迄个铜像哦，真勇啊，真在。结果真无拄好，你知影视察的时阵，伊怎看到一个讲，你知影蒋介石迄个铜像吼，本来做咱也知影讲伊要做伫倒位对无？怎甲向对迄个乌白向啦？我嘛唔知向倒，反正猜你有看就好啊。结果，伊的兵全向对台湾这边。迄个军官到位吼，迄司令到位哦，啊，就来就对啊，一直骂：“这个王八蛋哪一个做的啊？都面向台湾啊，我们的国家怎么反攻大陆？”啊，结果全甲地基卡掉，全头甲挖过迄边。哦，迄攻起来都规个都变，为迄基座甲攻掉，啊，再个向一边。哦，啊，这是因的想法。啊，好无简单，甲改好啊！过一礼拜过，
佫一个来视察，啊，看怀讲，啊，伊面向迄边，啊，咱台湾拢无保护着，安尼，咱台湾是变哪会进步？我变哪，佫甲讲掉，佫甲写我这边，啊，但是你讲的即届，我就想想讲，唔对啊，安尼袂使哩，干遐讲来讲去，归去我甲做活动的，哈，我做市民，哦，我甲去做一个。反正伊若要爱搭一边，那这个苏联来，咱就甲挖一边；啊，那这个来甲挖一边，啊，就挖来挖去。啊，结果过一届，为了这个全去用记一记效果，因为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活动的吼，啊，迄袂使偏呢，迄偏会倒位，会走位啦。结果迄个人，迄个过一个来，啊，同我讲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啊，同我来咧忝的时候，去甲偏咧，偏一下，讲，哎，奇怪，怎来叮当？我讲骂一个讲。安尼动来动去，咱的国家当然要动摇。我要死啦！啊去啊！啊，安尼也唔对，安尼也唔对，啊，就弄唔对。啊，结果是变安怎？吼、哦，对，啊，就是看起来我才知影讲，台湾若要用这身保庇吼，歹啦，扣工啦，永远无唔忙啦，因为伊家己都徛袂知，啊，到底要徛倒一边，伊家己嘛唔知影呢。家己伊家己讲，啊！你要徛倒一边，伊家己嘛讲，我要徛迄边，徛这边，伊家己拢唔知，啊，唔知要安怎？只有哇！啊，迄届人台拢讲，啊，伊在讲中正，啊，所以伊伫迄个当中内底，我就发觉讲，咱大家拢真注意哦，伊的方向、伊的地理、伊的风水，啥物种种，但是有去考虑一点哦，敢袂使恩义保庇，免惊啦。乃要恩义保庇吼，不如家己较拍拼。靠，确实在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因伫遐阿边个，就是敢那规工，阿遐咪敢那迄敢那迄身，爱甲爱甲顾好呢。迄逐工吼，身海风骨身甲讲会啥会皱还是啥？佮逐工爱佮甲用水，迄、那个清水吼，用水爱甲呛呛呢。啊，佮逐工惊伊迄个海水腐蚀，哦，啊，逐工都甲呛，都佮甲洗。啊，洗到即阵可能伊毋知啥款，我毋知影吼。因为我真久冇看呀，我想可能倒去啊啦，吼，因为迄根本就挡袂掉，啊，佮用一个当上吼，实在讲诶，安尼互咱看到，自古早咱就拢当作讲伊是咱诶民族救星，请问有我救到诶人举手一个，有我解救到诶人举手，敢若拢无吼，啊，有妨害到拢有啦吼，因为一来时阵将咱诶教育制度甲咱。骗到是啊，规个人按头壳戆戆戆。我伫迄个时阵，我就咧想，今仔日咱一出世，搭伫台湾这块土地，发生过啥物代志？伫二十年前，我就开始有听到一首歌曲，伊甲咱台湾描写着讲，咱哪像做一张眠梦，这个梦二十年前带好五十冬。伊讲，这张梦做起来，敢那参像咧做眠梦同款，到底咱是真诶还是假？咱来听这首歌曲，你知影讲，为着开始，吼，互咱大家会当进入这个课程诶感觉，互你感受到讲，伫咱诶台湾，捌发生一件咱永远拢毋知影诶代志，但是当你知诶时阵。佫毋知变哪解决，所以用这首来代表哈。好，来，咱看这个影片哈，来。一首歌。是你献予苏明老先生。苏明老先生一生为台湾伫付出、伫打拼、伫牺牲。伊所写的一本《台湾人四百年史》，有影响济济独立运动者。台湾这个民族，四百年来。一直用压制，一直用攻打，一直用欺负。荷兰时代
翻红毛啊，晚清时代翻长山，日日那时代翻四卡，国民党时代翻一个翻乌啊，台湾这个民族四百年来拢在人翻，谁会去人翻？就是去用丢，去用吞打，唔带起来翻。出头天，出头天，一句话已经讲四百年啊！出头天就是家己要当家做主，就是要独立啦。苏明老先生有提出独立建国的理论，当然这个工作是相当的艰难。苏明老先生因为安尼四十几年未将倒转来台湾，未将倒转来家己故乡，伊的物质生活是相当的困苦，伊所赚的钱都是拢用在台湾。伊人生上大的志业就是做独立运动，本人只有一支手曲来感念伊。咱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，是我伫二十年前伫街仔路，迄时阵感觉讲伫咱个国家是安那出去到外口，你想讲奇怪，伫台湾打伫这块土地，咱拢有一个国籍，应该照理讲，咱若伫外国方欺负个时阵，咱是毋爱去找咱个外交官？结果我伫遐找外交官个时阵，打电话去，伊甲我讲一句讲，你爱自求多福。啊，若听到这句话，我怎脚尾拢练起，讲妖神，啊，这伫人道呢？吼，啊，这个国家佫安尼，到底是土匪还是甚物，拢唔知影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我就开始咧思考。伊讲，咱开始爱一个建国的美梦，大家爱拍拼，拍拼。所以这首歌一直街路咧放，听到讲，大家爱拍拼，拍拼。伊为着真坚强，你看迄个武器吼，安尼为真拍拼、拍拼、拍拼，这就是一站一站叫醒咱台湾人爱拼。但是伫咧拼，敢毋捌拼过？捌。真侪人就是直接拼过了后，发觉着讲啊，拼哪拢共款。为这首歌到今仔日已经二十年啊，结果咱的进展伫啥物所在？完全还是在那裡這樣等，我不可以說這些人不對，是因為我們站在這塊台灣這塊島嶼，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我們是被什麼東西騙去。那像說我們在聽到很多故事都會知道在台灣就明明那就不對，怎麼會變成真的？就像說聽到以前有臨時政府，有沒有？有，我读国小，迄老师就甲我讲，啊，这临时政府，
政府临时的哦，啊嘛有临时条款，哦这宪法是临时的哦，啊嘛有临时的道路，哦这道路临时的，啊唔知有临时的老爸老母哦。哦，那有就真好嘞吼，咱就该看一下较好嘅，我就讲啊，我互你临时哦，你做囝，啊财产来甲分分嘞，咱就讲安尼，我来走啊，会使安尼无？袂使哩啦，因为临时即个物件根本政府甲爸母共款，你嘅头壳戴伫即个所在，伊就是爱照顾你，即就是一个国家，正常是安尼啊。啊，毋过咱去到那就讲，但拢临时，迄嘛临时，但拢临时，啊临时一久才变作永远嘞。50年啊，所以伫这开始，我渐渐去甲想起来，今仔日就是要甲大家，你放轻松吼，咱用轻松的角度来去看到讲，咱台湾到底是安怎？第一，台湾你一出世，就充满了白贼的一个世界，因为我囡仔常常嘛听到，真侪大人拢甲我讲，啊，这狗囡仔甲骗落困。奇怪，伊要叫我睏，叫我去睏，啊，啥那就甲骗，吼，睏就睏啊，啊，无就甲骗，讲骗就较乖咧，啊，无就骗囡仔，然后他用骗咧，啊，我感觉足奇怪，囡仔就头壳内底就开始一直想，啥那叫我去睡觉，啊，就爱甲骗，唔免骗啊，你就讲啊去睡觉，啊，无吵就要讲落，安尼就好啊，啊，啥那就甲骗，啊骗，安尼可见叫我去睏，你要去做一件伟大代志，我话知影款哦。所以伊句话，你甲讲安尼，我才讲安尼，我袂使困，因为我若互你骗去困，我都，你都可能甲毋知安怎。阿有影，大概若困去，啊爸爸妈妈都无看呀，去倒拢做暗则倒来啊。吼，迄就是囡仔诶心情。所以伫看到砖头内底嘛，用真侪咧骗。哦，啊，所以伫骗诶时代内底开始，大家拢甲你讲爱骗你从啥，爱斟酌读册。哦，骨力读册，一直读，啊，大家都哦，真正一直拼落去，啊，但是读册来讲，嘛一定有真侪，像我古早囡仔时代，你知啥物人上有权威？船长，哦，规阵拢听伊个，连要选举嘛，讲啊，船长，你即间毋知要叫阮选谁吼？啊，嘛问即种话呢？啊，即种话讲嘛咧问船长，啊，船长嘛讲。当然啦，咱即马要慢些决定吼，因为爱看候选人送啥物件。哦，安尼跟工人甲你讲安尼呢，爱等候选人看送地壳粉，咱就卖插；，啊，若送西瓜啊，咱就甲投一票。哦，拢用个开始分，啊，即种个叫做选举。啊，选举了后，你甲看讲，船长嘛捌一届，叫大家吼，毋知是搭一条筋无拄好吼，啊，开始啊，就开始叫大家。提鼎挂出来卡，啊！你歪卡的人，你互骂啊！吼，大家卡，我卡啥物话，你知影无？讲迄天狗咧食月娘，啊！讲遐搁发生伫阮个时代，啊！就啊，强啊，强到落尾，规阵个老人吼，啊！才伫遐咧家己讲，好佳哉，我卡上大声，啊！无吼，咱个月娘就无去啊！哦，啊！大家都食看卡较大个，啊！其实你阿莫甲卡伊嘛是会走去吧？迄无了解讲，迄就是自然现象，啊！所以伫砖头内底，大家三生骗以外，大家拢用骗的。大家用骗的了吼，我开始一步一步去看到讲，哎呀，恁到底讲的话是有准啊无准？恁讲的话到底是真啊假？尤其船长上到臭味，伊常常拢敢讲，我囡仔嘛听到伊讲，无讲白贼。那我吼，伫咱砖头画水的建档，我听者我讲哦，真正这我也毋捌看。啊，我一届看伊来的时阵，我捧一碗水讲，村长，我从来毋捌看过水是安那叫做建档吼。你画一遍我看卖下呢，伊嘛甲我牵落，唔正经啊，我咧甲我讲落。我是讲，你家己讲的啊，这那是安尼那对，你家己明你安尼讲的啊。啊，但是我都戆戆，迄时囡仔都唔知是安怎吼。脑筋拢较直啦，啊，所以就看伊在讲啥，我就甲问下吼，啊，问甲规砖头拢规个拢捌我，啊，捌我伊个咪好个印象捌呢，是拢讲歹个，大家吼，伊叫我的名拢唔知道叫我啥物名，伊拢讲吼，啊，一个吼，迄有够真个囡仔吼，大家请注意，伊个出来啊，啊，迄时是啊，大家看到我的那就，大家看到这拢会惊呢。啊！我讲我也无甲你讲到你是安怎，啊！所以呢，
迄个代志是安怎发生？是因为我嘛问几个大人，阮家迄个三合院啊，头前囥一粒要落到遐出入遐好势，啊去囥一粒石头，啊那奇怪，啊迄条牛车就变啊过，啊变啊过无法度。啊我问讲，迄粒哪会甲刷走？安尼咱车要搬车敢无较方便？伊就讲，我甲你讲，迄吼古早，就待伫遐。迄台外深你知无？足深，几啊丈高，比你较高，迄无啥鸟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哦，安尼哦，讲几啊概念，我怎啊个想讲？人迄外国科学家吼，拢有实验的精神。啊，我去共鸟看卖啊。啊，我一工去共鸟，两工共鸟，鸟掉就差两礼拜尔，看伊咧叮当啊，我足欢喜的。大一届中昼，我甲迄粒石头。装下烟去路中，安尼哐一下，哇，困中头拢爬起来。到底发生啥代志？我想讲，可能人家饿了哦，吼。结果大家讲，夭寿死因啊！你甲迄粒石头，人迄囥啊久都拢无叮当着，啊你来就共乌乌掉。啊，恁甲我讲个，讲迄袂叮当啊。啊，结果鸟掉吼，哦，大家议论纷纷。结果发生足济无好个代志，第一。就是讲，因兜迄猪仔生出来讲烂烂，啊，讲嘛怪我，啊，我无去甲弄着吼，我保证迄石头硬的无韧性低调哦，啊，结果一个讲嘛漏体啦，啊，讲嘛迄我甲害，迄硬到了后，经过几啊个月，一翘一个月，迄拢无要紧哦，啊，一个月漏体，安尼讲嘛我甲妨碍，啊，过来行路行啊，啉酒去互火车弄着。我讲迄一粒石头离火车铁架路外行，你知道一公里？啊，你安那有哪甲这粒石头有关系？吼、哦，对面讲去沿起个火车弄者，啊，怎弄对恁家入去？迄拢无共款。所以种种这个情形，安尼个想起来，我感受着讲，是安那这个大人，伊那会对我讲一句老实话，伊就甲我讲啊，小弟弟，迄卖插味吼，迄人迄就是为个用途。就是防止派人来的是吼，安尼讲我嘛拢知影，凊彩拢好，就是我都袂去甲叮当。啊，所以呢，有个人讲话就是用着臭屁自夸，啊，输的人就过去，佮想看啥物会来比，啊，所以规砖头讲起来就是干呐，会食较高，食较高，啊，都来比，啊，当就使比赛，当就通啊比，那读册比了，吼、哦，比囡仔读册比了哦。我大概拿去用比读册吼，大概考试我拢感觉着讲奇怪，啊，都无啥物会，啊，那大家拢要来比考试，吼，那月考过，啊，大家就来问讲，啊，你考几分？啊，你啥物会几分？我讲哦，老师也袂笨，啊，逐工问个，啊，你若赢伊吼，就甲你讲一句讲，迄无啥啦，迄你拄好运尔啦，啊，若较歹吼，人阮囝一百，啊，就大概就该讲这种话，伫迄种环境大汉。咱就发觉着讲，安尼囡仔敢会健全？绝对袂。我就开始想，奇怪，伫这个砖头，咱一定爱跳脱这个砖头，因为真的你若无跳出来，你怎死伫迄个砖头？思想嘛，迄个砖头内底，逐项拢伫砖头，伊砖头啊，我想讲，可能是干那咱去砖尔，想袂到规台湾的砖头拢这种的。规台湾的砖头内底，拢通啊比赛，逐项都通啊比，啊比的结果要创啥？唔知要创啥，我嘛唔知影。敢若讲啊，都伊赢，安尼尔。啊，所以呢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我就一项一项，唔是讲我特别爱去甲人的谎言甲弄个破，迄唔是安尼，我唔是这个用意，是感觉讲因咧讲的话怪怪，吼、哦。嘛，真侪人，阮村长嘛咧讲啊，迄大概讲着话吼，那伊一个人嘛来吹吼，啊，一个当阮的面哦，啊，就讲一句啥物话，伊就讲吼，啊，这个人啊改吼，我拢无咧甲秀啥物话，哦，秀烂吼，啊，我就想讲奇怪，啊，你若无爱，你若歹朋友，你就无爱甲秀，啊，若好朋友来咧，啊，我一届看伊好朋友，佮挂酒出来请伊，我就是讲，我伫遐看足久的讲。村长，我咧等你表演，你知影无？这个你好朋友，啊，你唔着爱甲你讲顶回迄个你的歹朋友，你唔爱甲秀啊。这个你好朋友，你唔着爱甲秀。我讲哪有人就安尼敢表示友谊？是安怎？
好朋友都爱甲笑，啊，那歹朋友都卖甲笑，啊，这嘛真奇怪。我底下看到落尾，伊拢无，我去遐提醒，我讲村长，这个应该你的好朋友，你既然馆长请伊啊吼，啊，好朋友一定爱甲伊表示一下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讲伊甲我讲，啊，你边啊表示，啊，你咪讲顶回迄个你无甲笑，啊，这个你唔得甲笑看卖下咧。我咧等咧看，哦，啊，就是马咧过去后面，伊都拢无甲我解释，就讲你唔正经啊。啊，我嘛听起讲，我问安尼，敢无唔对，无唔对吧？这都伊甲你讲的呢，吼、哦。啊，佮愈下面就是安那，哦，伊也要做大力水手，迄一届安尼七包安尼，足济扛袂转来，伊就开始，哦，都人讲哦，伊足忝真熬真安怎？啊，伊到尾佮讲一句话，我才。我精神起来讲，伊讲吼，伊本来也未转来呢，也未转来吼，但是伊讲我吼难拍个蛋的吼，总较更转来。我想讲奇怪，迄大力水手爱食菠菜，啊你那蛋好好，奇怪啊！我就开始咧想讲，哦，啊咱是安怎那蛋迄度好？我想两年我想足久诶，才想讲奇怪，啊你嘛无可能安尼啊，甲落尾。伊一届嘛，拄啊咧怨叹呢，伊讲啊，即届吼，迄切咖呢，毋知要叫食羹，我赶紧去甲讲讲，哎、欸，村长，嘿吼，佫订一遍就好啊。啊，你若买佫订一届，顶回你订就好，啊，即回应该，啊是迄有使用期限，啊是迄有次数的限制，一人用订几遍安尼尔吗？啊，我就听到遮吼，感觉讲哇，遮安尼怪怪哦、喔。但是我去甲提醒嘛，去互讲，所以为着遮，我定定咧互讲。啊！伊就拢看我讲，这唔正经啊！啊，你知唔正经啊？那大汉思想就足奇怪，因为常常都讲讲你的头壳那到底是戴什么物件？常常拢甲问这句话，讲啊，你的头壳到底是戴啥？我讲同款啊，拢吼、哦，应该你若戴啥，我就戴啥，敢有啥物无同？结果咱就看到安尼台湾的现状，无人甲你解释。无人甲你解释讲，到底咱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只有一步一步安尼，戆戆一直大汉起来。所以大汉了后，伫教科书内底，你嘛看到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咱的册内底拢写讲，第一课教到台，唔是台湾哦，教到我国的江山。我想讲，我国的江山到底是偌大？一直甲掀，一直甲掀，我拢唔捌去过。规本甲掀了了咯，奇怪，我都拢唔捌去过。哦，第一课伫倒位？什么江苏省？我国的省会？我国的什么会？首都伫倒位？伫南京啊！结果伊啊一直讲到对万里长城过啊，讲奇怪，啊那拢为这边伫出国啊，咱这边拢无啊，拢无时阵，结果读个三年就要毕业吧？在我的台湾两个两张，安尼来解决讲，咱的台湾再用两张来代表，两张内底敢那教讲哦，咱有铁路为打通啊倒位。啊，高速公路对倒西甲倒位，啊，落水溪几条，安尼尔，啊，拢无去介绍其他呢，拢无介绍其他，讲啊，佫应该要有啊，吼、哦，咱台湾咁遐歹，对这教育，啊，恁就看到讲，伊常常就甲咱评论讲，台湾吼、哦，啊，落啦，落车啦，人个中共吼、哦，哦，安怎，啊，结果咱台湾无半项，我讲感恩呢。直到最近，咱发现到，其实台湾这块土地是何等的水，伊的水伫倒位？直到我一直大汉，甲认捌到外国朋友，你知影日本人伊第一届，我甲载车去甲山顶塔塔家看到。我本来唔知伊咧哭啥物货，伊个目屎呢一直流。我甲问讲，你啥咧哭？伊甲我讲，我今仔日感觉足骄傲的，讲是安怎？因为我即世人毋捌徛到地球表面遮悬过。啊有影呢？三千公尺以上呢，骨车呢驶入到到位，伊徛伫三千公尺，讲你甲看，60亿人口内底有几个人徛过三千高的地球表面？看起来无哦，我讲哦，安尼那怎只伟大？结果伊就看到咱的玉山遐悬，啊，佮看到阿里山遐水，伊佮看到甲问甲来甲下骹甲问，就讲
你有感受到无？伫恁中部地区，伊个狗仔有啥物无共款？我讲共款啊，较垃圾。伊讲毋是哦，伊讲你敢无发觉？中部地区的河川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口啊特别较湍流。伊讲敢有影？啊，去甲看过有影呢？迄河流的川，迄水流较悬，因为是安那为阿里山遐悬安尼流落来，遮冲落来。啊，伊怎啊甲我讲？啊，你知影这湍流有啥物好处无？伊讲安尼拢袂疾病。我讲真诶哦，哦，台湾遮好哦。啊，伊佫看到迄个落水，佮伊讲，哦，恁这。种什么物件就生什么物件，哎，够有影呢。所以台湾，你讲我国的江山架架归波，因种的物件到本咱一届无嘛。但是咱台湾所生产的，伊讲咱台湾所种植的农作物，哦，好顶好顶的多。伊讲金蕉，伊嘛甲我讲到，讲恁台湾有一个叫金蕉埕，我带特别来看。伊讲遮较早就是阮日本拢为遮买金蕉。啊！我讲啊，金蕉即马，阮台湾足济都无人要种。伊讲较早呐，种金蕉的吼，拢足有钱的。我讲真诶哦，啊去讲蛮古样呢。伊讲迄种金蕉拢销对奥克纳瓦日本安尼，讲全世界讲台湾的金蕉上好食。伊听听诶，我听了讲哦安尼哦。但是你看咱即敢有加着，拢无甲咱加着。但是咱台湾毋那是安尼尔。我最近我才看到真济文献。在那个雪山隧道里面，听说那个什么人，那个尤其坤做行政院长的时候，他要打那个雪山，这样打打打，打到路尾，打到一位山打不开，结果请很多人去打，好不简单，那个程度，程到什么程度，听说那个雪山的硬度，那个打到路尾，在通那个山，怎样打的时候，他说那个程度，咱的钢筋吼，硬度是 5.5， 结果伊迄硬度是 7.3， 遐硬的石啊，硬甲拍开，结果怎水怎钻出来？结果去甲看讲，你知迄水几年啊？12,000年的水，台湾竟然有12,000年的水，结果所以真侪考古学家怎去甲考察落去讲，惊死人！迄较早台湾。是一个帝国呢，伊个文明是古早古早就有一个物件已经伫台湾产生啊，啊，所以我本来我嘛唔知影讲啊，较早台湾是一个帝国哦，伊讲你唔知哦，足济物件会当印证，伊讲，假使你若无认捌着台湾，你会较轻视，你会感觉讲啊，台湾迄细细啊，然后偏西大，伊讲你唔通看这台湾遮细哦，台湾。在古早10,000几年前，伊是一个帝国。啊，帝国，伊讲安怎证明？伊讲，你知影台湾金一斤安怎来？一斤当然讲600、500，吼、哦，600公克。啊，你知影讲迄一斤？较早我问过老师，老师讲，啊，咱到底一斤是多少？伊甲讲，迄台湾金免用啦，一斤十个纽，迄龙外国家咧用诶。哎哟，迄根本足落伍诶！结果我伫大英博物馆看到一斤，就是安那做出来，用一寸立方的黄金做出来，安尼多一斤。诶，用啊，藏伫啥物所在？伫英国的博物馆，讲这就是一斤，用着黄金一寸的立方，安尼甲做出一斤。所以你甲看讲台湾古早。那无一个文明，够可能有度量衡的物件出来，无可能。而且伊佫甲我讲一个讲，咱拢看得怪怪。你拢毋捌听过一个重量单，叫做甲公盒，吼、哦？伊讲咱台湾都无咧甲咧，伊讲你知影人迄外国咧称甲比，倒拢用几甲的，吼、哦？人迄外国拢安尼用。所以，伊这物件是对咱台湾过去，所以较早台湾是一个真水、佮真有经济力、佮真正文明，伊佮有殡葬文化，哦，逐项拢有，啊，逐项拢有内底代表这个国家本来是真优秀，即个人民是好顶的优秀哦，啊，但是呢，那去到中国南一个，怎变作咱变作甚物款？变作怎解袂比哩？咱哪比较弱？所以咱今仔日
就是要让咱知影讲，台湾伫古早优秀的血统，咱就拢具，吼，拢已经具备啊。咱拢已经有真优良的血统，咱唔是像迄种讲的讲野蛮民族，唔是，因为咱真侪文化拢总是优秀的。但是经过什么情形，咱今仔日无家己的文化，无家己的军的教育，安怎来？咱就是伫生活忙碌、生活压力、生活真侪欺骗。你看看呢，咱是倒位啊人，你袂记哩啊？你怎啊袂记哩？讲我到底是倒位的人？安怎讲？因为伫咱的电视节目一直甲咱教育，咱是中国人，咱就是中国人。学校嘛甲咱教，咱是中国人。连咧拼嘛写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啊，问题是，咱甘遐个人唔是哦。啊，毋过伫即个吼。等下，咱来看一段影片吼，你就知讲是安怎，咱的失败伫遮。非常谢谢您，各位现场的嘉宾们，你听伊对话，你知伊的贵点什么款吼？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里见到您，尤其是我现在站在舞台上，看到诸葛亮朱大哥呢，我有一份莫名的满足感，也很高兴。我告诉你，你说这句什么意思？我站在旁边，你有满足感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站在你的旁边，你有很漂亮这样？没有啦，我刚刚讲过嘛，我看到你我很高兴，很欢喜的啊。啊，欢喜你说很高兴就好。你怎么说我站在你的旁边，你有满足感？意思我站在旁边，你会觉得很漂亮？不可能。我站在你的旁边，可能你的嘴会加较宽而已。你怎么这样讲呢？嘴巴大呢，适合唱歌啦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老爸老母在生我一定做不情愿，对不对？你老母做骨来生，我老母对你老母不对，因为你老母会去叫外国人来斗这座。我们台湾人在地条旁边生，这样你有算吗？你怎么这样子？我说我看到你很高兴，你一直讲吗？你别说那个话了，我内行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面我自己了解，我做敏感嘛，你稍吐的我就知道。不是啦，看到你很高兴，总要有个原因嘛，看到你真对自己颇为满意。好，我不要看人的查某嘴这么快啊，惊死人。我嘴快关你什么事情？我哪有说什么事情？我是讲，后街啊，要教你的查甫人啊，要下你的菜数较歹下，真袂歹，当兵啊，会普通啊。你也免烦恼，我也袂去斟你啊。嗯，我告你斟着，挂偏数，你输伊。你免烦恼，我若要斟你，我甘愿来冒迄壁，冒迄条啊嘛，上无袂叫惊着。我管在你要输落来吧，唔通当面讲迄落话啦。安怎啦？啊，要安怎就来啊！恁爸个身体较歹，恁爸嘛食药啊，等你。你咧把我呛住？无啦。你这是对一种的啊？诸葛亮，朱大哥。嗯。这么大的场合，这么高级的地方，你访问嘛较好听，什么多一种的都无你高啊哥。你应该讲说。赖小姐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安尼才对啦。哪里人哦？不是人，是人。哦，什么人就对啦。对啊。倒位的人。喊喏。哦。你要问我倒位人？嘿。你是要问阮爸爸，是阮妈妈，是阮阿公，还是阮阿妈？无同款哦。拢讲来听看卖啊。啊，你还记住条，无你会落去哈，听清楚哈。我爸爸是美国人，我妈妈台湾人，两个人结婚了生我，我在台湾生的，所以我中国人。现在换讲我爸爸这边阿公，我爸爸的爸爸就是我阿公，德国人，娶我阿妈美国人，在美国生我爸爸，所以我爸爸算美国人。会记得吼？现在换我妈妈这边吼。
外嬷，就是阮妈妈的妈妈。阮外嬷是日本人，嫁予台湾人，在台湾生阮妈妈，所以阮妈妈算台湾人。啊，阮爸爸才阁甲阮妈妈结婚，安尼我倒位人你即马知啊吼？啊，我即马要找啥物人？我管你要找啥？哦，我唔捌听着人的来源啊，乱即落型的安尼，惊死人！即若要含你讲亲情财产，也无足济袂好哦。安怎？咱台湾甲恁老母讲较好，就去美国接恁老爸，看有应准无？尾也就过去日本请教恁阿妈，恁阿妈就过好势了，就过去到德国找恁阿公。啊，亲情讲无好，财产破产。哈哈。哦，啊，这我若带你哦，啊，若生囝，哦，迄麻烦哦，若要陪亡啊，迄就留起来哦。咱台湾陪老母陪了，即摆就过去到美国陪老爸哦。啊，老爸陪了，即摆就过去阿妈遐陪哦，去日本哦。日本去陪了，才去德国去陪阿公哦。啊，陪到山前啊，就做兵替我啊。你别烦恼嘞，即摆回程机拢才方便的，变遐久啊。啊，回程机佫实时来陪到我三摆，不要佮麻烦。哦，啊，我就乱了就行嘞。哦，恁老爸算美国人，嗯、阿公德国，阿妈日本，妈妈台湾。嗯，啊，你应该老爸美国人，应该爱属老爸姓呢。你乃姓大，是恁老爸老母也是大人无同意，啊，尾也当台湾先生，学姓大的口伊，我先生大人安尼。啥物姓大就大人哦，啊，无啥笑笑问一下，你是安怎来姓弟？啥物大就大人，唔是啦，我讲互你听啦。我拄仔讲过，阮阿公德国人对无、嗯？德国人。正经照你讲起，我的姓应该是德文啦 ，Lichtenberg。Lichtenberg。Lichtenberg。我的名叫做 Tammy Lichtenberg。Tammy Lichtenberg。因为 Lichtenberg 这个字太长了，翻成中文叫李以奇顿堡。那李奇顿堡呢，再加个佩霞，这名字实在是不好叫。所以我妈妈讲说，你既然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。是中国人就应该要有一个中国姓，所以我叫塔妈妈姓，妈妈姓罗。哦，你妈妈姓罗，我妈妈姓。但是我一出了台湾之后，我就回到我原来的身份，叫做 Tammy Lichtenberg。哦，啊，老爸叫做李吉顿宝。对，我的姓。对，啊，你叫做 Tammy 李吉顿宝，啊，妈妈呢？嗯，我都要讲给我阿妈的不能，所以细汉的时候拢叫我妈妈叫 Tomiko。哦，安尼种 Tammy。那顿吧，李吉顿宝，娶托米可，生来配下，好记地袂歹。哦，啊，这样叫我，就去查我的姓就麻烦了呢。安怎？就天咪那顿嘛，李吉顿宝，娶托米可，生来配下，叫低高粱啊，低来配下高粱。啊，那个生囝户口就歹过啊，天咪。那怎么？李吉顿宝娶托米可，生来配霞，叫猪姑娘啊，猪来配霞姑娘的囝猪袂灵啊！哦，你惊死人啊！啊，这啊后背啊，只干来这王牌，唔爱五六千，啊，无那写会落啊？啊，你要搁问阮阿伯阿婶遐无？没啦！哦，你阿伯阿婶还搁讲话啊？你这王牌唔得搁叫人来装潢？没，好好，我唔知影乱这类型，好好了解到，天咪那怎么？来，李吉顿宝因查某囝要唱什么歌？好，咱看到国语老歌，对位哈。唱老歌袂歹听，谢谢。什么歌名？意难忘。好，来，好，咱看到这对话哈，查讲意难忘，伊一直甲咱灌输着讲，咱就是伫台湾出世，哈，伫台湾出世。怎麼會變成中國人？是怎麼在我們台灣出世，怎麼會變成是一個對中國人去？他這樣一次一次，你都沒去注意到的時候，我們無知無覺，我們就變成說，哦，我就是中國人。我們不記得我們自己古早的身份是什麼地方。我們可能都不了解，在17世紀、16世紀，有一個哲學家叫柏拉圖，大家梦想中拢咧找一个所在，咱知捌听过无？叫做金银岛。你敢知金银岛伫倒位？
金领导，我若甲你讲，你可能到目前，你会讲干嘛呢？但是，迄、那个金领导就是伫台湾，因为迄、那个柏拉图伊有写着讲有一个亚特兰提斯吼，伊所以伊讲着讲亚特兰提斯伊这个所在到底人咧吹吹无？但是伊毋是吹，伊是甲看了了后，伊讲若要讲亚特兰提斯有16个证据指标证据。结果，16个证据拢甲列出来了，完全伫咱台湾16个证据拢符合，16个证据拢符合哦。你甲看花莲迄边，有三色鸟，有长毛象，逐项拢有。咱台湾曾经毛长毛象，有人伫迄个台南遐喂着，吼、哦。啊，佮有足济，拢总是咧讲着台湾即个景色。啊，你讲台湾有唱金嘛无？有。听讲金龟鸟迄金仔，还佫小看尔。伫台湾南投，伫日本时代有一个叫做金矿山，遐有一个叫做金仔厂，伊早都拢甲你规划好啊。是伊无时间去挖出来，但是台湾的矿产毋是无哦。台湾的矿产毋是讲像中国讲啊，打 PP、三 PP 无。你甲看全世界，伫台湾的纬度遮尼。甲台湾共纬度的，你甲看迄个所在，南是沙漠，无就是安尼偏偏僻僻，拢总种啥袂生，因为真热。独独台湾这个土地，伊嘛是纬度经过了后，你看伊有树啊，有高山，是安怎？因为台湾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玉山，这个山就是予台湾得到一个真好的保护，伊的水。甲这个山高，伊就落雨，所以伫咱遮种植拢总会当真好个成长。所以毋是外国较好，毋是中国咧讲迄边计真好。但是咱渐渐为着考试，即摆若甲你讲爱考作文，你甲看讲规街路拢开始咧开一个啥物班，作文班拢出来啊。吼、哦，开始讲哦，阮着爱开始训练囡仔安那背一挂诗句，啊，互你愈背愈背了，啊，写作文会当得到高分，会当进入较好个大学，也是读考着较好个高中。但是你甲听看卖啊吼，我听到一个安静班老师伊安那做伊个广告，伊讲来，阮遮补习，阮遮作文吼，真够教囡仔安那背。哦，我要先，你用作文来当作是咧写啥物话，写白草安那一直写，故名幻想。伊阁叫你讲啊，安那爱写着古早诗句，互你去得到一个真悬的分数。结果有一个囡仔怎甲讲出来讲，老师，我感觉足奇怪，中国的人，伊咧诗人是安那，凊彩讲一句话，咱后代人背甲要死。啊，是安那，伊的名敢有较好，伊的诗句敢有较水。所以伫遮，咱嘛知影有一个中国的诗人叫做徐志摩。我读高中的时阵，我拢甲叫小摩，因为阮老师吼，大概我讲哦，老师你阁教迄小摩，阮老师特别爱教伊的课。伊讲伊足浪漫诶，哦，迄小徐志摩先生吼是足水的一个文学家，啊，讲着话拢非常的浪漫。啊，阮老师算讲可能是拄啊要未结孝路吧，嘿，伊要未结婚着，所以伊看到迄种型的足欣赏的，啊，常常我拢甲伊。批评了，伊就拢甲我讲，你袂使侮辱阮的徐大师。我讲干嘛呢？啊，我一届就真甲看讲，唔对哦，恁的徐小，恁的小模吼，拢总做啥物代志，你知无？我甲研究起来，甲统称，安尼甲看讲，哦，老师，你的小模干要做四件代志，第一就是领汇票，啊，过来过船啊，散步看樱花，安尼尔，其他拢袂晓。啊，佮爬小姐安尼，四个生四个娶安尼，啊，其他我都看不出讲伊有甚物款的好处。哦，我若像伊安尼吼，我嘛会晓，我嘛比较敖。无咱试看卖啊，你供应钱互我开，啊，我来学伊。伊嘛无爱呢，伊讲哪有可能？吼、哦，你佮看讲因迄个诗人，中国的人就是会晓做出的浪漫，是后壁牺牲规家伙的人拢总钱，佮伊的大某、二某、三某拢牺牲落，安尼总互伊建起来。啊，感觉咱拢无考虑一点，伊对着人类有啥物利益？敢若看看也无啥物好处，拢无利益。啊，即种人要创啥？所以
伫咱一步一步安尼看起来，看到咱的台湾，吼，像咱看到这个影片内底，咱是感觉真好笑。但是咧笑的当中，有当时我看到感觉愈看愈沉重的心是啥呐？咱予囡仔呐一直看咧，难道变无甲解释？伊可能会学因同款，我是中国人，伫台湾出世，结果变作中国人。啊，外国人讲咱的台湾偌悲哀呢？伊讲我来台湾，拢总找到台湾秘鲁。哦，咱台湾秘鲁有吧？吼，啊，有台湾土狗啊，嘛有嘛吼。台湾的乌熊嘛真有名，吼、哦，台湾迄种是国际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动物保护协会拢认定的这个稀有迄个品种哦。台湾的乌熊，结果独独伫台湾内底，啥物台湾拢有，就是找无台湾人。我讲你哪知？伊讲你证件摕出来看，大家都中华民国，用银票嘛，中华民国，大家拢中华民国，所以我开始渐渐去觉醒。感觉讲，你画着爱自治的开始唔对啊，所以即摆人甲讲，咱都爱争取自治。你知影自治争取几年啊？30年啊！啊，结果自治到向前一步，连叮当嘛无。所以我拢甲伊讲，你若要自治，我甲你教。第一步爱做啥？你知影无？咱若讲要自治，你知影第一步爱做啥物工课？爱将你辖区所有中华民国的银票摕来甲烧烧掉，啊，银行的拢爱领出来甲烧掉，因为中华民国我拒绝使用。啊，你若敢做，咱再过来讲后一步。因为要自治一个国家，要加入联合国，伊就一定爱先家己的银票，敢毋是？啊，咱有这个好胆无？你若甲讲好，我先烧，安尼我感觉这个人空的，迄无效。所以，伫咱一步一步看起来。咱看到什么？咱看到咱的囡仔嘛开始受到这个教育来底。我真忧心，就是讲，当咱用这种盲目的教育，结束了咱的囡仔大汉，伊开始不要欣赏真济艺术，伊开始不要欣赏讲什么叫做水。你敢知即马3岁囡仔伊眼中的水是啥物？安尼一直要大汉，你想这个囡仔会精壮无？绝对袂，因为我看迄囡仔吼，吼、哦、真好表演，3岁尔，啊，足好唱歌。我甲问讲，啊，你要唱什么歌？伊第一届唱我听是《第三杯酒》，3岁囡仔哦，迄、那個、歌名叫做《第三杯酒》，哦，就是歌名。吼、哦，我甲问讲你会唱什么歌？伊甲讲《第三杯酒》。我讲安尼哦，我真正去唱到安尼，啊，结果讲啊，你过也唱啥？第二首《爱情啊对人走》。我讲你3岁囡仔也要唱这呢？吼、哦，啊，过也唱归去刷刷去，啊，因爸爸都边仔咧甲鼓励，讲你看，哦，真好唱，真好表演，遐咧摇起来吼，哦，袂输迄种，哦，袂嘿。我讲啊，你啊，甲你的前途要创啥物？伊个头壳内底，敢若一直跟着讲，哦，咱就是爱唱这歌，啊吼，安尼真欢喜。啊，是安怎引来这种现象？因为规钟头逐间个办活动了后，这种囡仔若去唱这种歌，真济人拢会提钱啊，甲伊关乎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，因就认为讲，哦，这安尼，互阮得到一个真尊严个教育，哦，我安尼得到人个尊严，是安怎？咱无去倒变甲想看卖讲，安尼落去，咱个台湾是要安怎？所以，伫我教学，我伫捌伫学校教过册，我教5年6年，这个年级教了，我实在是感觉讲，是安怎咱的心会感觉足忝的。伫5、6年内底，你引出因向前的时阵，因敢那独独为着一项物件咧小演，就是八家将。每一届我上课点名落去，就讲啊，恁的人去倒位，讲去参加八家将，啊，这敢有请假无？这公假。学校竟然准予公假，啊！我看了讲，啊，这哪会公假？我就一去引导甲解释，甲因爸爸妈妈讲，你吼袂使让囡仔去参加这個，结果引起学校真大反弹，包括真济代表、管理员、馆长拢到阮学校来甲我指责讲，这是啥物？你知影无？你敢知北加将这物件就是文化？哦，我听一个，感觉讲啊，那文化。咱爱去思考另外一种，
文化是要带予人快乐幸福，也是要带予人相拍冤家。咱足明显诶，我电话甲问讲，啊，恁参加北家长了后，你想这囡仔有较乖无？无，来到遮就是相拍，结党，食薰食毒。我为着讲，恁的囡仔唔通安尼去用两年的时间，底下介安尼一直坚守，但是到落尾是安怎怎讲忝啊？因为遮个规学校老师也是安尼无迄个知识。我敢讲一句话，我讲伫要离开，我有讲一句讲，恁认为这那是好的文化？那么我邀请恁的囡仔拢先来参加。馆长，你也讲这真好，你那无爱你的囡仔，校长囡仔拢先来，落一个公文，叫规学校的校长、老师的囡仔一定一律参加八家将训练，安尼你袂无？你知伊回答安怎无？伊讲，我的囡仔爱读册呢，无闲的。你甲想，平平拢是打伫即块台湾即块土地，是安那有囡仔伊就爱受即种教育，有囡仔伊就爱读册。但是不管你选择倒一边，两边教育出来囡仔拢啥物款，拢总无效啦。你唔通看讲遮放弃的囡仔后边，伊就是变作无效，变作伫社会安尼啊，迄个卖差别就好呢。咱袂当看到讲郑捷、白捷案这是安那发生的。迄敢是囡仔就去用欺负，欺负个大汉，伊挡袂牢，伊感觉讲我对这个人生无愿望，所以我就甲做一个较轰轰烈烈的，所以开始举刀乌袂起台，太太呢，安尼会当安怎？你看伊法官甲问讲，你做诶有后悔无？伊讲我真欢喜，伊竟然甲讲我无后悔，我感觉心里很爽。你甲看咱若栽培即种一几几几下就好啊，台湾。你四个出门，你就爱知影讲，咱台湾充满了定时的炸弹，这就是咱今日爱去思考一步一步。那么第一阶段，我先讲到这，后一阶段，咱来看到外国伊安那对因的国家开始复苏起来，精神，吼，咱先休困。